就爱王心 X 心灵心恬差一字，与姚元浩交往差很大。王心凌与姚元浩爱情登对，在热恋时，两人虽然兴趣喜爱相距甚远，但也会因相爱而努力去配合对方的喜好。姚元浩会陪王心凌去聚会聊天，王心凌也会跟住姚元浩去露营或从事户外活动。只是王心凌毕竟有偶像歌手身份，其实并不方便在户外蓬头垢面生活露营，纵使姚元浩为此还去改车，克服没有热水洗澡、上厕所不便等问题，甚至加装 KTV 设备，露营车功能更强，让王心凌能更自在从事户外活动，但不爱露营的王心凌仍感到处处不便，也兴趣缺缺。